以为你帅啊？条件好啊？对，歪嘴鸡想吃好米啊！如果我姐姐这样讲我，我会杀了她。他真的很好笑，等他三分颜色他会开起来，他会开的。他现在通告已经快比你多了，就是已经比我多了。11点热炒店，感谢好俊的对策科技燕窝冠名赞助。